当时称的是4斤4两，44块钱。后来我自己用我自己的手提秤，负称是3斤5两，少了9两，多收了我9块钱。他要把那个鱼处理，然后我怕他销毁这个证据，我没办法把将那个鱼复秤。然后我去抢鱼的过程中，他就要拿那个菜刀剁我。他正在剁鱼的时候，我把那鱼抢过来了，他就要剁我。然后当时是被他的应该是老婆给拦住了，然后我就跑出来了。